大家好，这篇跟各位介绍的是如何使用 Google Chrome 将 YouTube 当作音乐播放器播放音乐。大部分的人都只有一个萤幕，要播放 YouTube 又要做其他作业，实在没时间看影片。安装这个程式可以将 YouTube 当作音乐播放器，单纯的播放音乐。首先打开 Google Chrome， 选择应用程式，选择线上应用程式商店，在搜寻栏位里面输入下面的程式名称，在右边免费的按钮按下滑鼠左键，选择新增，这样子就安装完成了。这个就是 YouTube 的音乐播放器。这里可以搜寻音乐，加入播放列表，这样就可以播放音乐了。如果你已经在 YouTube 上创建好播放列表，你也可以把 YouTube 上的播放列表分享到这里。首先到要分享的 YouTube 播放列表，复制播放列表的分享网址，回到音乐播放器，点选一下播放列表，创建播放列表，输入播放列表名称，贴上刚刚复制的播放列表的分享网址，这样子整个播放列表的音乐都进来了。这个程式可以让你听音乐不占资源，谢谢。